我是凯凯的阿姨，外界传闻家属没有出面，实属误会。案件发生至今，家属都在悲伤当中，也都在处理凯凯的后事。我们很肯定检察官跟警方的侦办进度，那我们希望侦办的内容可以完整的拼凑，希望还原案发事实。然后也因为家属伤痛还未平复，因此不便出面表示任何意见跟想法，希望不要模糊焦点，所以也请律师代为转述。另外非常感谢陈秉甫议员还有服务处的鼎力相助。